林内乡果农遭窃，偷走上千台斤的红龙芒果，但这芒果还没成熟，不能吃也不能卖，小偷的动机令人好奇。引用吉吉大山山泉水的吉吉镇立游泳池即将开幕，开放两天免费体验，吸引学生相约来玩水。台中市政府用紫色、绿色和白色的特殊品种稻作，在田间种出美丽字样和图案，为2018花博来宣传。详情请锁定5月3号的中台湾生活网。